你都没有吃啊，一块都没吃。你喜欢吃猪脚的，你要吃呢，很好吃。他跟你玩吗？还看没看清？他现在还看不到什么东西了，看不见。我们一个朋友的儿子就是一打很简单了，百岁，两个就是千岁，三个的话万岁，那连续打几个都不够说了，万万万岁。晚上我应该可以睡着，可是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到觉，他一哭啊，你摄像啊。